就是那个，就是我去当了，我去参加了那个军队体检，然后他们说近视可以做那个手术的，问题不大。我现在参加了军队的体检啊，然后可以就是近视可以做手术的。对，通讯兵也可以，通讯兵也可以。一等人，海军、空军，现在都是一等人。那不就是海军吗？海军不就是打扫甲板去？我同学是跑去海空军了，然后他当雷达兵去了。他去当那什么了？当雷达兵特别爽，就是通讯兵，很清闲的他们。赛博朋克什么烂结局？不要再提这个游戏了，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可以扔掉了。这个游戏，你看我现在都不玩了，这个游戏真的很烂。稍微玩过几个游戏的人可能会对这个游戏评价很差，真的。新皮肤，这不就是新皮肤了吗？这就是新皮肤了吗？趴归什么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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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啊？看过之后就不是新皮肤了。哇，那怎么办？那我这皮肤真调换也不行了。没有没有钱，经常换皮肤啊！没有钱，经常换皮肤啊！这个，造一，造一这个更换不起了，造一这个更换不起了，更贵了。我也想换的，但是没办法啊，没钱啊。咦，我肚子开始在咕噜咕噜咕噜叫。你们倒快充钱呐！麻根筋的。你，自杀吗？感谢捧在怀里的猪脚拌饭，赠送了一个吃瓜。也是吃瓜。他们烦死了！